旋盖是靠这个四对轮子啊，四个轮子，旋的。其实我们是说是搓的啊，是搓的。它的扭力在哪里调呢？你看，这里就有四个表啊，四个表，这四个表啊，你看，我这样就是扭力就是调大，这样扭力就是调小啊。每一对轮子都有一个控制的，这样调节啊，这个是非常简单的。你那个调它有一个盖子，它会扭过，但是我们就开始都调松一点点，直到就是刚好扭紧也不扭过，就在这个上面掌控它就行了。